告诉您了，健康步道不用走的，而是用躺的，您相信吗？这是在屏东县潮州镇的运动公园，因为健康步道上的石头是太尖锐了，踩过的人都说疼哦，所以就有民众干脆在步道上就铺了这块布，用躺的果真就比较不痛。还有民众说兼具按摩的效果，躺了之后酸痛都治好了。二三四，多达十几位的婆婆妈妈竟然横躺在健康步道上。摆个点，重点，这干嘛去？原来是因为这个健康步道上的石头很尖锐，用脚踩太疼了。健康步道不能用，太可惜。有民众想出干脆在步道上铺块布，用躺的，没想到真的比较不痛。啊，这边比较行行运动啊，看到那个太太直接躺着嘛，那我就问他，他说很好啊，对健康有好事这样。嗯，然后我就来，人家给我讲说他躺着的时候，一路来都跟他躺躺，都躺好了。我都不要，现在就不要，现在就不要酸痛了。哎呀，我都不用用的，每天都来这边躺，每天呢。躺在尖锐的健康步道上，民众竟然说兼具按摩效果，还有人躺上了瘾。短短的健康步道，天天客满，蔚为奇观，也让人不得不佩服民众的巧思。中天新闻张春华、王月芳，屏东报道。